嗨，大家好啊！又嚟到一年一度嘅呢個非常之重大嘅盛事啦，就係手快有手慢都可能有嘅，係就係我嘅歌迷會嘅日曆嘅拍攝嘅現場啊！咁咧就係啦，上年原來已經過咗一年嘅喎，話咁快就咁，所以咧今日咧又嚟到一個新嘅地方，係重新去為新嘅一年2024年去影我嘅呢個日曆嘅，咁啊希望會影得靚啦！可以三场。看看环境，几优美。係啦，話咁快咧，我哋嘅拍攝已經進行咗大概 23% 啦，係都仲係第一個景嘅。咁但係第一個景咧，就對我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充滿陽光，一個非常之好慵懶、好花園、好係啦，好有呢個鳥語花香感覺嘅一個景啦。咁大家見到咁嘅衣著都覺得係咪好 colourful 咧，好 fresh 嘅感覺咧？冇錯啦，呢個就係第一個景啦。咁啊嚟緊仲有兩三個景嘅，咁希望今次呢個月曆可以俾大家唔同嘅感覺啦。係啦，因為每一個景咧都有可以即係唔同嘅一啲嘅 element 啊，唔同一啲嘅 vibe 去送俾大家嘅，所以大家要關注啊！俾大家睇下，哇！睇唔到咧，唔知嗱，行好花園咧，直情就可以好適合啲新娘新郎係啦，要結婚嘅朋友有呢個度假嘅感覺。哇，正啊！Hello， 而家咧我就帶大家嚟到呢、這個外國嘅一個火車上邊啦，係啊，大家見到係咪好有呢個味道咧？係啦，咁我今日嘅衣著咧都襯翻呢個 vibe 啦，呢個嘅色通啦，咁啊都係比較earth tone 啊，比較啡啡啊、紅紅啊為主嘅。咁咧今日係咯，呢一個景就係火車嘅景啦。咁我相信都可以凸顯我呢個比較高貴嘅氣質嘅。請講，請問啦。你對今日有咩感覺？今日有咩感覺？影咗咁多個景，百感交集啦。係啊，因為首先今日就一年一度嘅呢個月曆嘅拍攝啦。咁其實就係對我同歌迷會嚟講，都係一件其實係好緊要嘅事嚟嘅。另外就係、其實今日嚟現場嚟咗好多不論是香港還是內地的歌迷會的幹事，第一次這麼人才仔仔，真的很盛大，大家可以看出這個今次的活動是這個拍攝是來了很多人，都很開心可以跟大家見面，稍後我們都有一個fan club 的 meeting 啊，跟很多不同的一些歌迷啊跟大家都可以見面，樣都每一次可以跟歌迷不論是幹事還是歌迷朋友去見面，只不過是一個我自己覺得很難得的機會來的，所以今天這個拍攝so far 都好順利，希望拍出嚟靚啦。
哇！而家咧又係新嘅景嚟，呢個係屋企景，係啊，不過都係一個好豪華嘅屋企。望下，呢個係飯廳，呢邊係客廳，係咪好靚咧？呢度起碼千幾二千尺啊！浴缸，哇！張牀，不得了。最後就是啊個書房在前面，不過書房咧而家有好多人影緊相，係啊，上鏡啦，恭喜曬，冇錯啦，呢個就是屋企嘅環境啦。不過放心，呢個唔係我屋企嚟嘅，係我冇咁嘅能力。好啦，繼續影了，拜拜。哇！經過了差不多四個鐘頭嘅拍攝咧，今日嘅呢個月曆嘅拍攝咧，終於完成啦。咁我覺得，我相信啲相一定好靚，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，好唔好啊？2024年，等我每一日都陪伴住你。Yeah， 拜拜。你都不聽話。